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张国荣绝对是香港娱乐圈的人物，虽然他已去世多年，但是他曾经留下的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直到现在依然被大家所知。而黄沾是一位优秀的创作人，他曾经为张国荣写过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分享几首。第一首《倩女幽魂》，这也是87版电影《倩女幽魂》同名版主题曲。有多少人因为这部电影喜欢上了张国荣，他浑厚充满磁性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的淋漓尽致，也将电影作品完全的呈现出来。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每当旋律一响起来，人们便会联想到王祖贤的一袭白衣以及和宁采臣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第二首《当年情》，吴宇森拍摄电影《英雄本色》时，黄沾不收钱帮吴宇森写了《当年情》作为《英雄本色》的主题曲。黄沾创作这首歌曲是为了纪念他和吴宇森之间不变的友情。张国荣抑扬顿挫的声调唱出了江湖中的兄弟情，每听到都是分分钟钟催泪的节奏。